醒您本期看点。你好，星期六，好料节焕新开业了，大湾仔来了，欢迎。欢迎浩浩、黄明浩加入的好料团，非常的开心。大湾仔的哥哥们来做客，比比哪家兄弟更齐心。大湾仔的哥们感觉穿得非常的默契。我们得到的通知是要穿黄色系的衣服，你过不过分？你先说一下。他们俩欺负我兄弟不在，兄弟齐唱歌，一起唱同一首歌的同一句。李克勤，明晚找寻你不会流泪，明晚找寻 F 四。难以忘记初次见你一双迷人的眼睛。 F4 你那庾澄庆的歌干嘛呀？王鹤棣不是我领唱吗？陈小春，陈小春，这不行了，这不可以，这不可以，我们感动了，没有唱也是很一起啊，你开心就好。兄弟同进退，谁能玩转汉字趣味大考验？娃，女娃的娃，一课两课的课，这么厉害你们？我的麦没有声音。雪琴对龙龙，烟雾的烟，正确。棋艺的棋，正确。啥？龙龙好棒啊，是吧？我没有赢过他，我这个人不服输啊。组词题，李雪琴，你可以的，开始。苍天白天天色，苍天啊，苍天啊。我连狗都想了，你知道吗？兄弟来合作，给我力量的歌，哪首更能打动打拼人们？全部都站起来了。这个小杨同学，他今天有心事，你知道吗？他从头到尾坐在那愁眉苦脸的。给我翅膀。我们是卫星的设计师，我想我们以后还可以飞得更远一点，再替大家去看一看最美的太阳。哇，厉害！纯真真酸奶，你好星期六，下节更精彩。纯真真酸奶，你好星期六，现在继续。大湾仔喺大湾，喺大湾，好六团在好六街，在好六街。大湾仔，河边的湾，河边的湾。大湾仔，好六团来啦！大湾仔呢个湾转系我发迹，由这一刻开始，我哋陆续有嚟。我超想打拼一场，努力就业。好六团 right here right now， 笑到就好六街。喂，老友，呢排喺边度威？不如夹粉开档搞啲细艺，话唔定会有得发围。人多桥多计多，师傅行过六个字句唔好错过。由东边升做西边落，我等我，仲要继续 one two three four。随着光闪闪起分镜，答应要使劲，我要做到100分再欢迎你光临。为美好生活而打拼，打拼。心情好，双手比耶、yeah ！我们在大屁机场努力就业，我们 right here right now， 杀到吐好六界。你好，星期六，精彩看不够，周六快乐，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好六界。这里是由纯真真酸奶冠名播出的《你好星期六》，新一代健康真酸奶，无负担，真好喝。欢迎欢迎欢迎，浩浩、黄明浩加入的好六团。耶！有没有什么感言？有没有什么感言？非常的开心。也欢迎迪哥再一次回到我们的好六街来助阵。对，我是好六团的邻居。耶！其实呢，今天我们好六街换新开张，我们第一波客人。非常非常的帅气，我们的大湾仔来了，欢迎！啊，大家好，我是陈小春，哦，欢迎！大家好，我是大湾仔张智霖，哦哦啊！大家好，我是张金霖跟张云龙旁边的林晓峰，哦好，
大家好，我是大湾仔的啊，龙龙也是大湾仔了，我大湾仔的好朋友，好朋友，好。而为什么今天大湾仔会来到我们好六街呢？这里要正式官宣，对不对？对，我们这是大湾仔的第二季了不起了哈，怎么了不起法呢？我们会准备的以那个新的经营模式，好期待啊！怎么新的经营模式呢？就驾驶那个餐车啊，就走遍所有全国所有地方，推广我们大湾区的美食。驾驶餐车这个概念是不是从老秦那来的？老秦队的那个车。所以今天来到这个好六街里面，想去学习一下你们的经营模式。经营模式，不要学他们，不要学，千万不要学。从那儿吃东西，从来没掏过一分钱。所以我就觉得你们经营模式是非常厉害，是不是？这一次我过来的时候跟这一次所有的店铺都根本完全不一样。对啊，今天整个都升级了，整个好六街。咱们这次升级之后有很多很实在的变化。对，说实话到后来大头贴近就没人去了，没人去了。我这把我太实在了，是不是？对，来介绍一下我们水琴，先介绍你的店。 来请大家来到我们甜六六水果店。哇，这也太好了吧，这个店甜溜溜啊，甜溜溜，不错啊。大家再往这边来看啊，我们大哥，我今天是他的一日代理店店长，你弹我唱，你弹我唱，哇，真的很好哎，还可以唱歌，可以唱，免费唱，好不好？这还有志玲哥哥，哇，小春哥好帅，哥哥们可以进去留一下我们开业第一天的歌。哇，我们这后面一人一个麦都在唱。令我心中美丽，来忘掉昨日，来怀念过去，曾共度患难日子，终有乐趣。不相信会绝望，抓紧把握手中，在美梦里竞争，每日拼命进取，奔波的风雨里，不羁的胜与罪。所有故事像已发生，飘过岁月里，风吹过已静下，将心意再还谁？让眼泪已带走夜。sorry， 最后一秒垮掉。好，这个是我们大哥的你弹我唱，下面是弟弟。哎呀，介绍一下你的店。现在大哥这个 KTV 的这个已经这么先进了，我们店就已经把 MP3 这个项目呢给取消了。你这个店太漂亮了，合并了是不是？现在我就是我跟我兄弟老秦啊，强强联手，我们这个贤弟便利店啊是24小时开放的一个店。OK， 我跟你讲，现在就是升级，现在已经不像以前一样要找零什么的。我们现在就跟着自助扫码是吗？还是有人工的？这个帮我扫一下看看，这冰35.6度，真的有钱。但是大家都没什么兴趣进来，发现那我也出去了，都没兴趣进来，我也出去了。来，哎，我也不知道，都不想进来，都不想进来。对，没带钱怎么办？对呀、啊，你们出来逛街都不带手机的吗？对，没事，我们都不带。有，我们有带，来，现在带，来试试看。本来想进去的，一听到要收费，算了。好，稍等啊。好，这边。支付宝到账。哎，行啊，谢谢。哎，行啊，谢谢。拿了就走，快。对，就可以走了，直接走。那个，把话放到这儿，他这个小卖部，这个便利店要能赚到1分钱，算我输。对，我看了，已经亏了30多了，没事。朋友们，到这边来看看吧。各位朋友，我们来看另外一间店喽，最后一家新店了，朋友们。我这家店呢，就是听说我们好六街之前有这么多吃饭的地方，但都没有一个运动消食的地方。哦。对，所以我这次贴心的就是把健身房搬过来了，就来这里可以玩篮球机啊、飞盘啊、陆冲啊、羽毛球、网球各种。你最近不是在学这个陆冲吗？展示。对的，展示一下，我看一下你最近水准如何。注意安全啊，小心啊，注意安全啊。哦，来了。哎呀，开始了。哇，好帅啊！帅气，还可以。哇。好，但只是就正常的行走，哎，好好玩！哎呀，热闹。不愧是现在全面升级了，不愧是条好六街呀。好，那现在呢，大家都知道呢，这个好六街有这么多好玩的，但是呢，来都来了，我们今天肯定还是要比拼一下，好不好 ？OK， 好。那么现在是这样的，我们今天比拼的叫做兄弟齐心，其利断金。今天要看看我们的好六队以及我们的大湾队到底谁
更能够团结更拼。今天比赛输的队要在我们好六街的开业剪彩当中赢一个碰头彩啊，到时候再跟大家讲怎么回事，反正肯定也不会干干净净的下班，好吗？这个还是没变，新的一季马上开始，我们第一个比拼，来来了，我们第一个比拼，现在两边已经这个面对面站上去了，感觉是马上就是有一场激烈的这个对决啊。对，因为我们知道呢，经营啊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团队的默契，好不好？那个既然不赚钱，至少得过程要愉快。既然不赚钱，既然不赚钱，先说到前面，但是要快乐。所以我们的第一个环节呢，就是我必须要说啊，这样目测，我不是偏向谁，我觉得。大湾区大湾仔的哥们感觉穿得非常的默契，今天太有默契了，这一系列的丹宁风牛仔风非常的帅气，确定吗？那有一个羽绒背心，我跟你讲，羽绒背心这点必须要说，小峰哥本来穿的是跟龙龙一模一样的一件外套，哦，撞衫了，本来撞，你让给他了，但是我没有他们那么高啊，我穿出来的时候就变成为中像群众版一样中露了。好，对，那这边呢，我跟你讲啊，何老师，我们得到的通知是要穿黄色系的衣服，是不是？我一个个问他们，他们跟我说他们都穿了黄色的、啊。你过不过分？你先说一下，黄色系，黄色在那里啊？哎，橘黄色呀、啊？你的黄色在哪儿啊？没有开始。哎、这个，我这还是有一些。你的黄色又在哪儿、啊？不重要，不重要哈。是这样的，接下来这个游戏叫全员一致唱歌，很简单，就是我跟喜喜会出一些歌手的名字，对，然后我说开始，就四个人要一起唱这个人的同一首歌的同一句，哇，好，而且要唱的有感情，词还不能错 ，OK， 好不好？好，当一队在进行表演的时候，另一队就是天然的裁判。你们可以人盯人，比如说谁慢了，谁在混，谁没有张嘴，好不好？好，好吧。好，对应对应，一对一对。啊，可以可以。开始之前还是必须要让两队放下狠话。来吧，迪哥，迪哥，我，迪哥，你们迪哥上，迪哥。虽然我们队内不一致，但我们队外非常一致。哦。好。可以，好，我们大湾队来对他们春哥，春哥，春哥来，最狠的一个，对，反正说你们也听不懂。虽然我们看起来很意志，但我们看到你们也是。不太一致啊，反正就这样子吧。太狠了。好狠呢！太狠了！我觉得大湾队有一个优点，不管自己的队员说什么，旁边都在捧场。好，既然夸了一下，请龙龙重复一下刚才小春哥说了啥？就是没有一个是无辜的。咋的？对，小春哥上节目还带个翻译啊，不是一个，是三个翻译。接下来是这样的，输的那一队要派一个代表来，就是你们讨论谁是你们队的那个。代表已经有了，我来。有什么事情我看。好呀，我跟你讲啊，这个气球里面是卸妆水。OK， 何老师，我经不起这样的，我经不起，我也经不起，我非常在意这些，毕竟走的是颜值路线。是的，是。好，那现在首先大湾队。请听题，加油啊，哥哥们加油！第一轮是乐队题，乐队 ，Beyond 乐队，开始。高鼻涕有残留的橘红，已经光辉岁月，风雨中抱紧自由。又没跟上了吧？一生经过彷徨的。张云龙有，那就只有张云龙了。只有张云龙了，张云龙我的小哥。很想挑点毛病。是这样，我刚刚听的，虽然哥哥们唱的都特别齐，但是在开始的那么一瞬间、有不同的声音出现，然后再被带到一起。是谁？对对对。小春哥自己举手了，是吧？我们先听陈小春的单轨，好不 好？因为我觉得他是在这里面有领导，拉主 key 的。我们先听小春哥的单轨，来。
今天又温柔的霓虹。你明明要唱另外一首歌，唱错了。今天我谂住今天，今天我，我以为。春哥，你是不是想唱那个《钢听我》？对，想唱另外一首。那马上就。其实我想唱钢听。对，不是，你也是，因为志玲哥很厉害，志玲哥他想把大家带着，他自己台来了个下蹲。根本听根本，他就看到了，没错，用这一招把大家起了个拍子。开始。今天只有残留的躯壳，迎接光辉岁月。风雨中抱紧自由。也就是说，志玲哥用一己之力拉了所有人，唱了另外一首。所以表面上小春是队长，但是志玲哥才是我们的大脑。对，我是看龙龙的。好，现在呢，再浅听一下，浅听一下龙龙的单轨，好不好？来来来来，张云龙单轨。钢铁我很流的脆弱，无缝连接。迎接光辉岁月，风雨中不甘寂寞。完美啊！好厉害！我跟你说，你们现在已经可以商量谁接受惩罚了。我觉得你们不太行。那我们不用商量。我们不用商量。我们三个人瞒着王鹤棣已经商量好了。准备听题，好不好？来来来来来来，我现在好期待，突然一下。我们答题毫无压力，是不是？来，准备啊，准备啊！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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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好，六队，请回答。五月天，开始。我和我曾经的知己，爱人记着相识，多少。都不用我们做这个评判了，不用回放了。对啊，我甚至差点唱着，怎么也不想睡。是不是？因为他们的歌太多了，对不对？西西，你觉得这里面有谁的那个歌声是值得单轨拿出来听的？你要敢放我的，我跟你讲，王鹤棣，放王鹤棣的，就放他。怎么还有人主动要求放呢？这样好不好？我个人觉得，弟弟和浩浩是可以的，都是值得单轨的，好不好？我们先放。是这样，既然今天是我们黄明昊加入好六团，对，第一期很正常，来个见面礼，好不好？是头彩，见面礼，好不好？因为我看那个密室大逃脱，当时他们的卧底的身份叫做唱歌不跑调，浩浩为了证明自己不是卧底，我唱歌跑调，我真的跑调。我们听一听看黄明昊的单轨，好不好？来。Happy ING 喜庆就像是坐上一台喷射机，有自己被自己打败了。一台的时候喷射机已经喷射，自己被自己打败了。下面啊，谁能够救黄明昊呢？勉只有王鹤棣了，对不对？来，下面我们听弟弟的单轨，来，请放。我和我最后的倔强，我在梦中。我真倔强，还行哎。还行啊，绝对不是个词，可以的，居然比想象的好，好失望，好让人失望。之后我都不在意答题了。告白气球的你去哪儿了？你们，我跟你讲，培训过了，之后都不在意答题了。他们是同一首歌？不是，不是。我跟你讲，重点是你们好像四个没有一个唱的是同一首歌，对不对？我俩唱的是什么？你们俩唱一首，我也跟着唱，我也跟唱了一个恋爱。我跟你讲，我要不是因为时长问题，我真的很想听你的单轨，好不好？没事，有机会再听。百分百恋爱 ING 三七三，来，大湾队做好准备，这是一道偏心题，针对他们的歌。对，陈小春，开始。卖我们感动了。卖我来解释一下，其实我们没有唱也是很一起啊，对不对？对啊，就很齐心，所以有可能小春哥为了这个瘾能够赢发表了一首歌是没有歌的啊。没有是不是有啊？但如果刚才我就抢着去唱自己的歌曲，就不在一团呢。明白，所以大家都没有唱。
是可以成立的。对啊，你开心就好。哇，没想到送分题绝对不同意，绝对不同意，没答对。所有人盯着小春哥的嘴，看他要唱什么，马上跟。结果小春哥半天不唱。好，下面来了，送分题来了，来，送分题来了，真的又是送分题，这个真的是送分题，当然是送分题，好不好？好，预备，你们一定要过关，好不好？没问题，主要是还是要唱的好听，高低高低得对一题，高低对一题，好不好？F 四，三，二，一，开始。难以忘记初次见你，一双迷人的眼睛。一双迷人。我太难了。F 四，开始。陪你去看流星雨，难以忘记初次见你，一双迷人的眼睛。你唱的是庾澄庆的歌，在我脑海里。不是 F 四吗？ F 四，你那庾澄庆的歌。你干嘛呀，王和弟？你干什么？这真的送分题。你是没演过是吗？不是。主题曲也算 F4 的吗？我们几个在那陪你去看流星雨，我们就在那。我想那个歌太高了，我唱不上去。我选了一个好唱一点的嘛。居然在质疑唱功。而且我，你听到我们唱流星雨了吗？我们仨唱的，你为什么不过来？不是我领唱吗？但你错了。哎，他是道明寺，他说的都对。道明寺唱什么？这一题居然没对，跟小春哥那题没对一样，让人惊讶。好，来，下面大湾队做好准备。OK， 准备准备。无压力，无压力。这个是超难度的题，因为这一位歌手至少有100首金曲。OK。谭咏麟，开始。情同两手，一起开心，一起悲伤，彼此分担，总不分我。分担就够。啊。我你。你为了我，我为了你，共赴患难绝望里，紧握你手，朋友。好标准啊！好，让我们一抬头嘴都没张。这啊，要这个要个杯。我你，你为了我。我为了你，还有最后那个，还有最后那个。从前我那最温，真正最熟。我是真的不会唱这歌。朋友，哎，很标准，很标准。不论是这个词还是的音准，非常好，毫无挑剔，完美，无可挑剔的。还是大哥，你看嘛，对，唱出来的地方都是对的，但是不能算。我觉得大湾队每次都有一种必赢的气势，但是其中也是漏洞百出，对不对？是不是、啊、被发现了？哎，朋友们是这样，我觉得就可以让云龙哥和迪哥换个位置，试一下好不好？试一下，对，试一下，浅试一下好不好？你看，说你不属于那个年代，国语没事没事，哎，可以，好来了。刚刚明明是你的问题，结果现在把我摘出来了。来准备啊，李荣浩。开始。这个夜我不习惯，张雨龙到哪都一样。没有你我怎么办？龙龙做得好，是吧？来了。我是真不会唱，这啥歌啊？戒烟，没有一个是无辜的。你觉得你在龙龙你先到这，你在哪儿待着比较合适一点呢？我在台下待着最合适。下面是杨迪，加油啊，杨迪啊，来准备，张震岳。开始。爱我别走，如果你说你不爱我。Yes。不要遇见你真的说出口，再给我一点温柔。好偏心哦。所以问题是在张云龙是吗？终于找到了罪魁祸首了，我是但是迪哥晚了一点点，确实晚了一点点，我晚了一点点。本来想唱那个把我的照片还，结果发现哎我所谓的我想象这个是不是？对，如果，
哎，你们俩别走，如果你说。至少混进去了、啊。你先回来吧，你先回来吧。朋友们是这样，嗯，就是这一次两边都没有答对题嘛，嗯，但是至少杨哥哥对那边是达到了播出效果的，真的。咱们这个播出标准都达不到。从现在开始，能不能齐的唱一首歌？我们从头唱，我们也想，唱错了也要继续唱下去，唱错了也继续唱，继续唱。唱错，有个人坚定一点，把大家都带着，大家不要想，对对对的。好，你们商量好了吗？谁坚定一点？把我安排这儿来了，我让我唱大声一点。好好好，下面这位歌手刚刚来过《你好星期六》，他有一首歌是最近大热的一首歌，王心凌，开始。让我唱大声一点，有个人坚定一点，我们要认真了。开始。如果点点半一个喷嚏，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被消息吵醒，啊，那是因为我关心。唱唱想你说的话，真是我点点心。我要听王鹤棣的，我太想听了。王鹤棣单轨回放。他前面在唱什么？Oh baby， 情话多说一点，已经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被手机吵醒，啊，一定是我关心。弟弟，我懂你，当然是从副歌唱的，对不对？其实我也想唱，是从副歌呀。怎么会有人唱第一句啊？对呀、啊，对不对？为什么会从前面唱？肯定是副歌呀。为什么？我们是跟黄明昊，他一来就是黄明昊单轨，好不好？他应该一来就是对，来开头。谁带的第一句？如果你打了一个喷嚏，那一定就是我想你。如果半夜被掌声吵醒，那一定就是我关心。哎，中途还被雪晴姐吓得漏唱了两个，漏唱了两句。我想听雪晴。好，雪晴单轨来了。还没听过你的。如果你打了一个喷嚏，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这跟说话一样的，我关心，我在想你，我关心，常常想你说的话，这要这么有气。好，下面有可能由大湾队结束战斗了。何老师总是有可能，这回真的，这回真的，只要真的是个，我跟你说，只要龙龙能跟上，我觉得没问题。而这首这位歌手，他有很多流行的歌，但有一首是几乎每一个节目都会有人翻唱，而且会，我觉得这首歌其实是很朗朗上口啊，李克勤。好，开始。命运就算滴杯流离，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命运就算恐吓着你，做人会碎味，别流泪，心酸更不应舍弃。我愿能一生永远陪伴你。我个人觉得这个分可以嫁给他们，你们同意吗？同意，同意，同意吗？同意。好，同意，我们祝贺大湾队挑战成功。好，那派一个代表来受惩罚吧。开头就已经商量好了。念完了。不行，我们一起把它指出来。三二一。你还指我？弟弟还挣扎了。你一票，你还挣扎什么？弟弟还挣扎了一下。理由是什么呢？选弟弟的原因是？理由就是他们想选我，我劝说他们选他。弟弟，你可以挣扎一下。对啊，这事不是能商量的吗？对不对？不，我现在不想挣扎的事，我是在想老秦和大哥的事。他们俩欺负我兄弟不在。你兄弟在，你就选他们了。有道理。来了来了。万万没有想到。不聊了不聊了不聊。来，你的 BGM 也很好听现在。啊，你的主题曲。冬天大道宽又阔。但是你们仨。清楚了几个腰。又想出了几个波。这个我们能唱戏。怎么他就那么多。开了。哎呀。来吧，好，坐吧，赶紧吧，快来，好，这个我觉得啊，我要让杨迪后上。啥啥啥？哦，因为我觉得他会使坏。我没有那么坏，您把我说的好像一谁第一个来，谁第一个来，我吧，我好，雪晴第一个来。哎，我手抖。哎，横着轻轻的，还好不是我啊。对对对，拿破一层是吧？他大概有四五层。你不能意思一下。你轻轻的，
一共三层啊，一共三层啊，对。漂亮，哇，很吓人哎，漂亮，漂亮，漂亮，他只弄破了一个。第二刀，好来了，特地，小心小心啊，小心。那我去必破无疑啊，对吧？没有没有，是啊，是啊，外面三楼三层。对，哎呦，漂亮！对，漂亮！如果真的，如果你这一刀要是破了，我跟你讲，压力给到你迪哥。他必破，注意安全，注意安全。今天想要个什么发型啊？要湿发，今天，争取就是对对对对对，争取要对。因为如果你们真的成功了，那大湾队就必须有一个人啊，对吧？对，坐下来接受最后一刀，好不好？不能从上面，上面很危险。轻轻的怎么拉的？就拉，就轻轻的拉。你快！你快！我比你是你有语气你还不如坐那儿呢吧，真的还不如坐那儿。王鹤棣意料之中，意料之中，我意料之外，我想给他们留下的，是不是？没办法，没办法，咱们俩跟谁有缘。好，那么恭喜我们的大湾队在第一个回合当中积分。 yeah, yeah. 马上进入到我们下面的比拼。好的，我们第二轮的比拼开始了。刚刚呢是我们大湾队积了一分，祝贺耶。对，下面这个我们有两轮，所以如果能够两轮都赢的话就反超了、嗯、好吗？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好不好？没有问题。因为下面这个题啊，我觉得大家都有优势，因为呢大湾区的业呢这个经营当中也会有手写菜单这件事情啊，而且呢我们每个人跟汉字都是息息相关。那个汉字的话别小看志玲啊，志玲是、哎、对，志玲他会写一些书法、嗯、没错没错，嗯，所以呢下面我们要体验一下神奇的汉字、啊、这轮是这样的，我们一共有两轮，分别都是有关汉字的一个问答挑战。那如果输了的话呢，我们这个绳子就会断掉一根，如果四根绳子全部断掉，那么就很遗憾，就作为挑战失败了。首先我们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对决关系，李雪琴对张云龙，势均力敌啊！这个王鹤棣对张智霖，哎呀，我好像对到了对面的王牌大佬啊！没有，杨迪对陈小春，春哥，好了，黄敏浩对小峰哥。第一轮咱们是汉字组装题，嗯，要在八秒钟之内说出一会儿出现的这个汉字的偏旁部首能够组成的这个字，要组词才算是回答正确。好，好的，好的 ，OK OK。一号位李雪琴对一号位张云龙，对对方有什么话要说吗？张哥，加油！没有一个是无辜的。好，来准备。请看题，八七六，烟雾的烟，回答正确。哇哦，啊，哇哦，哇，没有一个是无辜的。
我真不行，这游戏我真不行。主要平时接触不到。龙龙好棒啊，你赢的可是李雪琴呐、啊。雪琴让我了一下啊。好，六队注意，现在要断一号绳。谁？每个人的一号绳都断？一号绳，所有人的一号绳都会断。左后。三、二、一。哇哦，哇哦！好，没问题。好，下面二号位王鹤棣对张智霖。哥哥承让。高抬贵手，高抬贵手。哎、双方都非常客气哈。两位注意，请看题。八、七、六、五、死，在此的此。三、二、一。回答错误。歇，歇，歇。应该是歇，些许的歇。啊！哎呀，哎呀，差一点，慢了，差一点。没事，哥，高手过招都得就多过几招。对呀、啊，高手过招一题没答出来，一题没答出来。这位高手，准备，请看下一题。八。七啊，湖，珊瑚的湖，回答四，正确。我志玲哥这个游戏说过话吗？志玲哥他整个人有一种特别端庄的感觉，你觉不觉得？那也太难了，我主要志玲哥写毛笔都写的那种连笔字，草书吗？狂草。黄草都不知道写的哪个笔边旁笔画。对啊，太正了这个。弟弟回答正确，下面我们要断我们大湾队的一号绳啊。一号也是一号绳，对。OK， 好，来做好准备，三、二、一。OK， 好，好，没问题了。好，下面来到三号位，杨迪对小春哥。好，春哥承让啊，不要，我跟彩儿姐关系也挺好的。来，准备，请看题。八、七、一个娃娃，女娃的娃，五、四、娃娃的娃，回答正确。女娃的娃，女娃的娃，好，赢是应该的。对，好，下面我们要断大湾区的二号绳。二、三。二，一，一，哦呦，哎呦，哦呦，哎呦，哎呀，没问题，是稳的，是稳的。下面到四号位了，胜败在此一举，可能会弄下去几个人。好，黄明昊对小峰哥，做好准备。小峰哥有没有信心？下面见。下面见。好的哥，人家都是顶峰相见，下面见。好，准备，请看题。八、七、天，哎，不是，天。三、二、一。好，时间到，这是奈何的奈啊！我勒个天哪！哇！哎呀哎呀，奈，好难哦，确实很难，难。两位都没有能答出来，所以啊，我的麦没有声音。哎，现在有了。刚刚我的麦没有声音，我就说奈，他收不到。没事，哥，我们还有一个真人秀的麦。你确定说话了吗？我们可以掉袋子，请回放。重点是小峰哥连嘴型都没有，刚才用的是腹语。刚刚把这个真人秀的麦拔掉了。对，好，下一题啊，下一题依然是黄明昊和林晓峰。好，两位要不要试试声音？麦都有声哈。喂，有。好，请看题。好。克，一克两克的克，哦，对了，香克的克，巧克力的克，回答正确，好，哎呀，现在要断三号绳，我刚刚就是克，对，对，抓稳了，三号绳，哎呦，哎呀，龙哥，龙腿，你确定要这样盘着？这样不行吧？你这样不行嘛，就掉下去了，我怎么弄？在干嘛？哎呦，
怎么了哥？给他一个机会，他想调整，然后不小心掉下来，给他一个机会，你上去，不是你两腿在中间，两腿在中间，这样卡在上。我帮不了你，正常按规则来说就淘汰了。啊，抽筋了，啊，抽筋了。各位做好准备，来，这个一定掉啊！三号绳儿，来，三、二、一。喂呀，喂呀，喂呀，还好，还好，还好，还可以。好，下面抓紧时间，一号位张云龙对李雪琴，又到我了，靠你们了，我都看不着题。赛点来了，赛点来了，来准备，请看题。八，七的棋，七的棋，啥？啥？回答正确。哇，哇，好厉害。哇，好，这件事情有奇异，奇异的奇。好，雪琴抓住三号，我们现在要断二号。断二号，断二号，我来准备三、二、一。好，第二个。好痛，好痛！你别踢我，你别踢我。挣扎，挣扎！我刚才整个嘎着我痛到死了，他差点把我给弄下去了。好，下面来，王鹤棣对张智霖，那要到我了。好，请看题。八、七、踹，踹飞的踹。五。哇，踹，踹飞的踹，踹飞的踹，回答正确。猴哥，耶、yeah ！啊，对对，做好准备啊，准备来吧！大湾队要降落了，三、二、一。哎呀！哎呀！哎，小峰，我哎，画报太帅了，太帅了，太帅了吧你！那么祝贺我们好六队拿到珍贵的这一分，现在场上比分1-1，没关系，我们还有一个提醒，组词提醒。哎，第二轮呢是组词题，一会儿呢这个大屏幕上面会出现有三个不同的字，中间那个空呢是空的，需要大家填上中间那个字，使这三个字啊组成三个词，而且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是必须按照它的前后顺序要一致。明白明白啊，我们发现呢双方在可以调换位置的时候并没有换，大家依然是刚才的阵容。是的。好，雪琴对龙龙，就把它留给我。本来我们死磕到底，哼！哎，你是不是还没赢？没有赢过龙哥。我没有赢过他，我迎难而上，这个人不服输啊！不服输，对不对？对。好，那首先是张云龙对李雪琴，做好准备，请看第一题。八、七、六、五、四、天、三，回答。主持啊，苍天、白天、天色。回答正确。苍天啊，苍天啊，苍天啊，你是不是想了很多生僻字在里面？想深了可能。我连狗都想了，你知道吗？苍狗、白狗、苍狗、白狗、狗色。什么叫狗色？狗色是什么东西？狗的颜色呀，狗色。今天我穿了件衣服是狗色。祝贺张玉龙再胜李雪琴。天哪，再胜。好，现在我们要掉的是好六队的一号绳啊，来做好准备，扶好了，三二一，一，一。好，下面王鹤棣对张智霖，加油弟弟，加油加油加油！智霖哥特别像，他下面是有个柱子的，他坐的一点都不像挂在秋千上，好稳，对不对？端端正正，智霖哥特别稳。好，下面来，请看题。心吧，心啊，中心啊，重心啊，对了，回答正确。完了。这个太艰难了，
中心动心，完了，我们弟弟心态崩了，心态崩了，苍天啊，心态崩了，调整好位置，接哪根？三号、四号、二号，哪根？三号和四号抓住，来准备，三、二、一。好，好样的，好，这次我，下面杨迪对小春哥，我不能错了。这是一个赛点，如果小春哥能够赢的话，那么我们好六队就危险了啊！来，准备，完了，完了，完了，请看题。八，喜喜喜，六，欢喜惊喜，喜欢。哈哈哈哈哈！好，呀。对哦，惊讶欢讶讶欢讶欢讶讶欢欢讶讶欢是一个人呢。小春哥也不听别人的，自己呀呀惊讶欢讶讶欢。那下面我们要调大湾队的一号绳，惊不惊喜？抓好准备，来准备，三二一，我稳的好。下面小峰哥对浩浩，做好准备啊！这又是一个赛点来了，加油！两位，正，请看题。八，读书加书读，花学量，读学读，采读，加声量，读声，好，加音音，记音音，读音加音量。好，读音加音量，但是已经超时了。浩浩用的是不停的试的方式，而小峰哥麦又没开，对吧？对，慢慢来，是不是？慢慢来，下面见，下面见喽。Okay, 好 ，OK。来，请看下一题。捣鼓，鼓励，锣鼓，乱乱。回答正确。捣鼓，鼓励，锣鼓，这是秒答的。哎呀，那么下面我们要断大班队的二号绳，来，做好准备。Oh no！ 准备二号绳，三。二一，好，下面李雪琴再一次对上张云龙。我不能服输，我李雪琴，下一点哦，真的不能再输了，兄弟。李雪琴，来，请看题。八，七，六，对，回答。正确，绝对对比相对。下面见，下面见啊！等一下，等一下，哪根？点哪根？三号就是最后面那根。这怎么能做上呀？好，对，准备啊，来，坐好啊。手上使点劲儿，雪琴手上使点劲儿啊！来准备，三、二、一，对，三号，好漂亮！好，现在王鹤棣对张智霖，好，我这，不是，谁帮我救一下？好赚啊！来准备，请看题，八，七，动。牛奶牛，好，回答正确，牛，豆牛，牛奶奶牛。耶！哦，哎呀，赢了！耶！哎耶！好，来，喂，我主要是太痛了，我知道，不是扶一下我，我好晕啊。好，六队的四号绳，来准备，弟弟三，马上给你个痛快，给你个痛快，二。一，哎呦，哦呦，哎呦，哦呦，哦呦，哎呦，哦呦，没事吧 ？OK， 懵了。我跟你说，我们雪琴绝对不是屁股疼，他心碎了。好，下面我们祝贺我们的大湾队获得了这一局的胜利。现在场上大比分是2-1，大湾队继续领先。这边已经，哎，
呆滞，心态崩了，哎，入定了。雪琴，你这样在地上答一题好不好？好，加赛，对，来给弟弟张云龙，张云龙，你们俩在地上答一题好不好？来来来，过来过来，张云龙，我就不信。准备，尊严之战，请看题，开始。明，明。确实是明明，对，证明说明明亮，对，这么快秒杀，这没办法，这太厉害。来来，李雪琴，李雪琴，你再来，你再来，你再来，李雪琴，李雪琴，再站近一点，一个人舌战群儒，我们都跟你比，来挨个挑，来准备，加油，李雪人，别别，来，平静心态，来，平静，平静，平静，来，开始，八七六，面面面，方方面，正面面前，后面正面前面。面前给他点时间，管他舌战群儒。好，面好，来，李雪琴，李雪琴，下一题，再一题，必须是你下一题，再来，再来，加油，再来，再来，再来。李雪琴能不能够答对一题呢？我们大家都别答，好吧？就让李雪琴答，就看你，咱别答了，咱别答了，那样更难看。哦，是吗？那我们也答，我们也答，来，准备，都答，他说，我要凭实力证明，凭实力往前走一点，李雪琴，你可以的。开车，八七六五四，果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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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果硕果果实，他说要跟我们比的，干嘛呀？你也说了果呀？算了，没事没事。好，我们进入到最后的环节。你好，星期六。精彩看不够，这里是由纯真真酸奶冠名播出的你好星期六，新一代健康真酸奶无负担，真好喝。上微博搜索你好星期六，参与话题互动，解锁更多节目玩法，锁定你好星期六，接下来还有很多精彩的内容，一起期待吧。好的，今天我们的比赛呢，大家都非常的拼啊，目前是2-1的一个状况，是大湾队要暂时领先。大家这么拼呢，其实是有道理的，因为我们今天好六街换新开张，然后我们大湾仔也即将第二季要开始营业，开始开业了，所以呢，我们希望今天的这个剪彩呢是非常非常成功的。而且呢，我知道呢，其实不只是今天的比赛，在各位的工作当中啊，都非常的拼，无论是演戏还是舞台，不拼就不会有好的作品。所以呢，是是，今天呢，我们还为大家请来了30位来自全国各地的打拼人的代表来到我们现场，欢迎大家，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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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厉害厉害，我跟大家讲啊，今天有几个是我的熟人啊，所以看到就非常非常的亲切啊。对，真的是也很荣幸，我觉得今天我们能够给大家分享可以给大家带来力量的一些歌单，没错。那么到底哪一首歌会引得更多人的共鸣和合唱呢？就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吧。好嘞，对，最后呢唱完之后，喜喜会说3-2-1锁票，锁票的时候看有多少人站起来。对，没错。哎，有没有第一组先准备好想要上？我觉得雪琴已经准备好了。雪琴从刚才猜词的当中已经振奋起来了。我现在已经无所畏惧，在这个环节证明自己，无所谓，这才是我的实力强项。我们一起，好呀，加我一个，真的吗，铁铁？好吧。话说这么满干嘛？可以，来吧。那我们好六团先打个样。加油，迪哥，加油哦，迪哥。不要不要专门把我拎出来说加油，大家加油！哇，紧张！还有这种音效啊！耶、哦！哎哦 yeah我的世界，因为有你才会美。我的天空，因为有你不会黑。给我快乐，为我伤心流眼泪。给我宽容，让我能展翅高飞。你的话，你的泪，你的笑，你的美，在我眼中胜过最美的玫瑰。抱着梦往前飞，不逃避不后退，你是我成功路上的堡垒。
让我可以翱翔，给我力量，是你让我变坚强，不怕受伤，因为有你在身旁，你的笑你的泪，是我逐梦路上最美的太阳。给我翅膀，让我可以翱翔，给我力量，是你让我变坚强，不怕受伤，因为有你在身旁，你的笑你的泪，是我逐梦路上最美的太阳，是我逐梦路上最美的太阳。爆炸！哇，爆炸！我从来没有唱上去过，谢谢你们。不要坐，不要坐，还没锁票。刘凯，刘凯，刘凯，来，刘凯，刘凯，一锁票。刘凯啊，有一些纯粹就是真的要坐。哎，累了，我觉得。来，坐下的人，我把这个收回来一下。这边这么累吗？这边不是。尤其是坐下的那一批都是直接听我唱歌的那帮子人，是不是？就在我周围的，一直在教我。哎，怎么唱来着？让我能展翅高飞。他们作为听众很累，要干很多别的活，还要给你 Q 麦呀，杨迪，还给我 Q 麦。但我觉得刘凯真的说话算话，是不是？他刚才说一会儿你唱，我肯定站起来，是不是？唱完我再坐下。真的吗？我给你录下来了，保证站起来，最后我坐下。对，你这是个人，你没少来吧？看，没骗你吧？没骗我，确实坐下了。我跟你说，这个小杨同学，杨了个杨，心情很差。他今天有心事，你知道吗？他从头到尾坐在那儿愁眉苦脸的。你要打拼啊！你要打拼啊，好不好？哎，这边有个小哥哥啊，这个泰米啊，非常棒，非常给力。简单来访问几句好不好？泰米，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的身份。我来自哈尔滨工业大学紫丁香学生微纳卫星团队。今天我和我的师弟，我们两个人一块来的。那我们既是在读的博士生，同时也是卫星的设计师。哇，好厉害呀、好厉害，哈工大。我跟你讲啊，我为什么要有个手卡？因为他们的成绩啊，就是简单的背不下来。他们是世界上第一个独立完成地月转移、近月制动、环月飞行微卫星的大学生科研团体。哇，厉害，好厉害！我跟你说，鼓掌的大概有一半都没听懂这是什么意思，但是听感觉很厉害，值得鼓掌。他们留下了最美的地月合影，是不是啊？哎，没错。其实这首歌站起来的时候呢，也是在想这个名字我特别的喜欢，叫最美的太阳。对，最美的太阳。是这样，因为以前我们的龙江二号微卫星飞到了月球的背面，对，我们替大家去看过最美的月亮了。我想我们以后还可以飞得更远一点，再替大家去看一看最美的太阳。哇，一个好的寓意。嘉禾怎么说说看？这正如我学长所说啊，我们完成了自己的梦想，看到了那个最美的月亮。但是我们不仅限于此，我们想把我们实现梦想的机会带给更多的人。我们正在设计的中国青少年科普卫星工程零四星将会飞往我们最美的太阳更近的日地拉格朗日 L1 点，带领我们的广大青少年去探索更加浩瀚的宇宙。哇，谢谢。好棒啊！我们的征程是星辰大海。我跟你说，喜喜，他俩是不是得算20个？啊，有道理，票都投到外太空去了，是不是？太棒了。确实，刚刚算了一下，这一首歌曲完毕之后，我们一共有13位站起来的朋友，13位，成绩不错。我们队都有杨迪，现在有13个不错的。也是。好，谢谢迪哥。谢谢雪琴，谢谢谁来？棒的棒的。下面大湾队派一个。大湾队的哥哥们，你说吧。那如果刚才那首歌已经触动你们的心，那我们这一首歌你绝对从头开始到尾你都站着。我们唱红日。有
有意思，对，红日太适合打拼人了，是吧？嗯，来欢迎我们的小峰和龙龙，加油加油！好，红日来喽！龙龙真的越来越厉害啊，广东话啊！别流泪，伤心但不隐形。出舞台哦。像是没协助，在某年那要小地，我跌倒过几多几多落泪，再于一滂沱。一生之中弯弯曲曲，我也要走过。从何时有你，有你伴我，给我热烈地拍过。像红日之火燃点真的我，结伴行千山也定能踏过。让晚风轻轻吹过。伴送着清幽花香，像是在祝福你我。要万星轻轻闪过，闪出你每个希冀如浪花，快要沾上我。命运就算颠沛流离，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命运就算恐吓着你，做人没趣味，别流泪，心酸更不应舍弃。我愿能一生永远陪伴你。命运就算颠沛流离，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命运就算恐吓着你，做人没趣味，别流泪，心酸更不应舍弃。我愿能一生永远陪伴你。那边，什么情况？其实所有人都非常好，只是最后有一位就非常肯定自己的心态，对不对？杨大哥。但是我跟你说，他这次有在笑和跟唱，对啊，但是起是没起来的，对对对，起是起不来的。所以我刚刚非常感动，我有一点点的泪，是不是？对，因为看到他多少被打动了一点，对对对，是不是？杨大哥你好，谢谢，请坐，请坐，谢谢，请坐，鼓掌，鼓掌，何老师，认可你了。我跟你说，这期中其中有一个我的老朋友林超唱得非常的开心，但是很明显广东话一句不会。但是不怕，那个唱出来的感觉非常好。是的，是的，这边有一个粤语好好啊，柳小姐，大湾区创业青年柳燕，好嗨的，来介绍一下自己。非常开心，就是我其实是跟我们志玲哥、小春哥还有小峰哥来自同一个地方，来自香港的创业青年柳燕西。哇，你的普通话说得好好啊。普通话说得好好啊，什么意思啊？听起来不像一个地方来的。你在创业是在做什么呢？现在就是我们一直在研发跟创新我们的纳米发光的薄膜技术。纳米发光薄膜是不是就是那种比如说消防员也好身上的那个反光条，那个，对吧目前就是各个领域有在应用，那最重要的我们也在消防的领域做了非常多创新的产品，就是我们希望能帮助我们的消防员能够在救火，在一些洪水的一些救援上面，能够为他们节约一个黄金的宝贵的一分钟救援时间。太好了。是，那作为我们的这个湾区青年的话，我觉得趁着我们的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像我们的《红日》这首歌一样，可以散发光芒，用科技去点亮世界。说得好，谢谢，欢迎我们的柳小姐，好，太棒了。他们的成绩是多少个？14。哎呦，哎呀，比我们多一票，失败，没想到，失败，差一个，一票之差，差一个。
差一个，来，没有没有关系，还有再一轮，再一轮，后面还有。我觉得是这样，这一轮能不能大湾队先来？可以啊，你们先来好不好？没在怕的。小春哥和那个志玲哥好不好？没在怕的，因为你们太厉害了，你们这个我估计也得全站起来了。接下来这个舞台呢，我们需要大家配合一下，把那个灯光关掉。哦，而且这首歌曲里面呢，是我觉得每一位都是存在在那个歌里面的内容。是的，所以也希望借用大家的力量，借我们一束光，让我们把《孤勇者》送给大家。哇！大合唱，一起来吧！一起来啊！是勇敢的，你额头的伤口，你的不同，你犯的错。走，不必隐藏，你破旧的玩偶，你的面具，你的自我。他们说要带着光驯服每一头怪兽，他们说要缝好你的伤，没有人来小丑。为何孤独不可光荣，人只有不完美值得歌颂。谁说无力满身的不算英雄。爱你孤身着幻想，爱你不跪的模样，爱你对峙过绝望不肯哭一场，爱你破烂的衣裳却敢堵命运的枪，爱你和我那么像却口中一样巨蟒。黑马见蓝绿的披风，战马战马一醉卑微的梦，自来黑夜中的无言与怒吼。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你的斑驳已经不同，你的前途艰难与浪。爱你孤身着暗香，爱你不悔的模样，爱你对峙过绝望不肯哭一场，爱你来自于蛮荒，一生不见谁的光，一盏照你的城邦，在废墟之上。去吗去啊，一醉卑微的梦，战吗战啊，一醉不可的梦，自然黑夜中的无言与怒吼。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站一下吧，站一下吧。哇，太好了！哇，这个好嗨，这个好感动啊！刚开始没亮灯之前，我想什么时候可以站起来，我好想站起来。好棒，好棒，好棒！我们这边有一个哥哥，第一下就站起来了，是不是？汪老师你好，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大家好，我是来自湖北武汉的一名快递员。大家看到汪勇大哥一定会非常非常的眼熟，因为他是2020年的感动中国十大人物。当时汪大哥做了一个什么事情？当时在金银潭医院，就是疫情严重的时候，他组织志愿者去坚持给当时在金银潭医院驻守的医生们、医护人员坚持给他们送快递，还有就是坚持护送他们、接送他们，后勤保障。对，后勤保障。而且这件事情一坚持就一直到今天，有任何的状况，汪大哥都会冲在第一线，冲在最前面，所以这首歌也非常非常适合他啊。刚才您听到这首歌啊，很感动哈，您对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心情。谢谢老师。我是觉得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回想起这几年吧，在2020年疫情爆发的武汉，
那个时候拼命保护我们的医护人员，他们每一个都是孤勇者，所以我们这种志愿者也愿意拼命之后贡献自己全部的力量，为他们提供一点点我们认为力所能及的各种保障。嗯，说得好，感谢。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孤勇者，隔壁的也是一位孤勇者，因为是他的爱人。啊，对，你好，孟霞，请问在你心中，你先生是孤勇者吗？你怎么看？他当然是孤勇者，因为在武汉疫情刚刚爆发的时候，他是独自奋战的。那个时候我很害怕，我是不同意的，我也不支持。但是他用一句话说服了我，他说：“我保护这些医护人员，就是在保护我们的小家。”后面很多的就是志愿者都加入了之后，他就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了。是的，我就想今天想对他说，孤勇者一起就勇者不孤。哦，好，哇，谢谢。哇，那个笑得好甜呀，是不是？有太太的支持，笑得好甜。再一次掌声给他们两位。这边我给大家介绍一个我的好朋友啊，林超。林超其实大家这个会熟悉他的作品更多一些，有没有看过那年那兔那些事儿？有，有，作者本人是那兔的爸爸。来来来来，给我们说说分享一下心情。其实我最喜欢的其实还是这首孤勇者。嗯，因为我最早听的这首歌是源自于一个网上剪辑的一个视频 MV， 然后看完那个视频就把我看得哇，就眼泪哗哗的往下流，就那种感觉就是感谢我的前辈们，因为他们为了要让中华再造复兴的这么样的一个梦想，这么样的一个承诺，然后他们成为了孤勇者，孤身走暗巷，对峙过绝望。所以的话就是我们现在很普通的生活，可能就是那些孤勇者最孤高的梦想。所以最后我想说，就是这孤勇者给我的感觉就是，如果奇迹有颜色，那一定是红色的。真的，迪哥，你知不知道那句很有名的话，就是那图里面的，我知道，就是此生无悔入华夏，来生愿祝种花家。对对，你今天录完节目赶紧回去，我们都要催更了，真的。别耽误了。好好，我们期待一下，期待期待一下。对，好，谢谢。刚才他们的成绩是多少呀？13个。也是13个，对不对？评分我们哇，咬得很紧啊，朋友们，压力好大呀，压力好大。下面是弟弟和浩浩来喽，到你了，炸场子了。15票就那个唱什么歌？你们两个通天大道宽又阔吗？是那首歌。又降住了几个妖，嘿，来吧来吧。刚一首山河图送给大家。哇，来吧兄弟，Come on。唐寅伯举弓望山，人西孟不成卷，屈原太白杜甫苏轼陆游诗百篇，你看这大江大河生生不息多少年，你看这巍巍青山浩然志气天地间。打开一幅山河图，唐宗宋祖来带路，打开一幅山河图，千年庙苍寒一书，打开一幅山河图，兄弟姐妹跳起舞，打开一幅山河图，百鸟朝凤隆起舞。万河千岩连一串又一串，这河星奔窜，误解一万又一万，这图轮回风无从乱高不可攀，泼墨墨薄笔寒润我锦绣河山。最高点日喀则矗立喜马拉雅巅，最东边下大雪，大雪飘在漠河边，最西边伊朗烟，风在喀什转个圈，最南边碧海天，龙腾出海浪滔天。哇，太酷了，这个量真的很大，第一次有彩头自己送进嘴里，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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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掌声给他们，帅帅帅，好，那太棒了。这里面我给大家再介绍一个我的熟人施书记啊，来来来来来，这一位虽然非常年轻啊，刚才每首歌都在热情的跟唱，
但是其实呢，它来自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地方——十八洞村。啊，这位呢，施康就是十八洞村的团支部书记。施书记啊，书记好。他现在这个在十八洞村，大家知道脱贫致富之后，他现在在做直播，给大家介绍美丽的十八洞村，还有很多很多十八洞村的这个特产，对不对？我们聊几句好不好？来，大家好，我叫施康，来自湖南湘西十八洞村，现在在村里面就是做电商直播，给乡亲们卖货，然后宣传我们少数民族的民族文化。现在也是做得非常的好，然后呢，我选这首歌也是这首歌特别的给力，然后就是我们的弟弟唱得特别的好，谢谢，谢谢，谢谢，不错不错，我们也多多支持我们施康书记的直播，多多支持我们的十八洞村，好不好？好，支持，好，那边也有一位我的熟人，有的有的，我看刚刚吴大哥来，吴大哥，吴大哥，明祥哥，大家好，我是来自山阴中国的吴明祥。我觉得这首歌呢，唱的就是我们自己。第一个，我们是上山下海走隧道，天天在祖国的建设的一线上。我们参与了世界最长的海底隧道，就是港珠澳大桥。穿越了4400米的唐古拉山，把列车飞驰在川藏铁路上。我们也完成了全国最高的楼，就是上海金融中心633米的最高楼。此处应该有掌声。我们都震撼了，谢谢，我也很自信，能够让世界看到我们在大江大河中的中国速度、中国奇迹，谢谢。漂亮，吴大哥扎深大湾区的基础建设12年，所以他是非常非常有话语权的啊。好，厉害厉害厉害。好，现在弟弟和浩浩拿的票数是19票。哇，可以啊。炸炸炸！山河图，妈妈，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比分2-0，哦吼，那咋整？很简单，每个队派，因为我们是这样，我们待会儿呢有4个花球，每个队派两个人，两个队，每个队依次选择，就是每个球下面站两个人，何必呢？我们俩都商量好了，派他们俩。对。对，你们得拿13分，我们拿19分。哎呀，你俩去，你俩不是有担当吗？来日方长。那好，那下面我们就来到我们好六街的焕新和大湾仔的夜第二季的开业剪彩。那现在是这样的啊，西西还是跟大家说一下，目前大家站在这个彩球下面，彩球里面是什么呢？现在大家看到的4个彩球，其中有2个里面装的是彩带，有2个呢装的是彩粉，但不管是彩带还是彩粉都是好彩头。那接下来我们站好啊，我们说3、2、1，加油努力，开业大吉，大家一起往下拉啊，好不好？来，加油努力，开业大吉。大吉！杨迪，全部在我身上，跟刚才那个水一样。哇，小春哥这好帅啊！很潮哎！浩浩淋了这只手，脸上倒没什么事儿。只有杨迪一个人受伤的世界达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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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达成。这个彩球可以看到一个缝，云龙说：“你看，就一个缝，没有粉溜下来，我们这儿绝对没事儿。”我好大胆一拉。相比之下，你看龙龙多干净。你在干什么？全在你那一半，听到吗？都在你那半装着。啊！纯真真酸奶，你好星期六，下节更精彩。纯真真酸奶，你好星期六，现在继续。你好星期六，披荆斩棘的他们惊喜来袭。经典荧幕角色齐聚好六街，谁是你的童年回忆？那女孩对我说，说我是一个小偷。说说说说说你爱我。梦中的
梦中，梦中人的梦中。苏有朋、高圆圆，20年后再同框。好久不见，圆圆姐准备了跟《倚天屠龙记》有关系的题目。周哲送给张无忌的定情信物，手帕上是什么图案 ？C 虾。是虾，火苗保卫战，谁能铜墙铁壁，瞒天过海？他如果开了，我们就有15分，全家就比较好看。要这么玩吗？你觉得如果它是空的，我开了，你们赚这15个，对你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胜利吗？不无小补，我觉得你这一轮是压东西了。谁又能火眼金睛，气场全开？二话不说，直接就开箱吧。就很想开，这样才好看。我叫你不要开，我再重复一次，我叫你不要开。我对其他人都没所谓，只有对你我输不起。童年游戏丢手绢，他逃，他追，他插翅难飞。开始，开始，动作做到位。哇！贺老师好认真啊，贺老师的脸好认真啊。来吧，来，我爆了！最终谁将获得队长的偏爱，逃过惩罚？下周六晚19:30，等你揭晓。纯真真酸奶，你好星期六，下节更精彩。纯真真酸奶，你好星期六，现在继续。以上就是纯真真酸奶冠名播出的你好星期六今晚的全部内容。新一代健康真酸奶，无负担，真好喝。上微博关注新浪娱乐新浪综艺，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你好星期六，你好漂亮，感谢你好漂亮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今天呢真的玩得非常开心，我们看到我们好六街还有我们大湾仔都是大家一起努力啊，奋斗打拼。那今天不管是在场的各位还有很多奋斗在自己工作岗位上的朋友，也祝大家呢在为明天的幸福打拼的时候呢也是保重身体，然后大家的打拼都有最好的结果。祝福大家，我们奔跑向前的脚步永远不会停止，一起努力奋斗。那在这里呢也祝各位哥哥们的大湾仔的夜开业大吉。谢谢，谢谢。你好星期六精彩看不够。